好，我们继续看。那么这里前面基本上讲啊，这个五蕴，那五蕴它从受想行识来讲细分了啊。那简单讲就是受想行识在细啊，受想行识。那一般我们的受有时候它解释就是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想就是种种想啊，那行就是一切行啊。那四啊，就一般来讲就是六四。那这里都是从根尘识来看的啊，都是从根尘识来看，所以它基本上色四大即四大所造受，所造色。那么六受生、六想生、六思生、六识生。那后面到了触相蕴那边讲的更多啊，那有六爱生、六啊，那么。所以他这里根尘识和合深处啊，那他是这样的，这个啊眼啊眼处所生受啊，就是眼处所生受耳处，那么所谓的眼处、耳处、鼻处、舌处、身处、意处啊，通常都是这三个，因为眼跟色对这个境界，那么产生眼是在这个眼跟色之间啊，那么。认知了，事就是了别而已，它就是了别而已。那么在透过眼根，透过眼根去了别这个色法，透过耳根了别这个声音啊，乃至于啊，透过意根了别这个法尘，那么这个就会产生，就是透过这样的了别，根尘识和合生处，这个叫做处。那么处它就会有一种心理的作用，那么心理的作用。这里只要把它翻作三种，叫做受想思啊。那如果要讲多一点，就变成很多种心心所啊。那主要这是讲思，受想思。那受想思不就是它，就是从六根对六尘来讲，就分成六种啊。眼睛，因为透过眼睛，因为这个事，如果我们来看它是心的话，这个就是心所嘛。那么这个心。因于眼睛所看到的色法了别看到的色法，如果你不了别也不会产生啊，啊，就是视而不见也不会，见到了，那么你心分别了，那么它就产生一些感受，一些印象，那么之后就有一些因之而来的决定啊，看到花很漂亮，那觉得好漂亮啊，就想要去啊看清楚，或是把它摘回去啊，反正类似像这样，那么这种就是我们的心理作用，那么因为多数的心理作用都是由我见我爱来的，所以它就会产生执取爱乐，就前面讲的爱喜赞叹执取，那么开始有造作，因为爱喜赞叹执取就开始有造作，造作就有业，业就感召生死，就这样它循环一直循环，那它只是在讲这种状况啊，所以它就变成这里的说法，就所谓的六受生、六想生、六思生、六识生，那都是眼界所生受，然后是眼处所生受啊，想处所生受、思处所生受，都是这样啊，那就变成所谓的那后面啊，那受想思后面有时候就有所谓的爱取有六爱生啊，六取生啊，就变成有这样的六爱生，那就从这边开始了啊，那么所以啊，眼处。受眼处生受生想生思啊，那么这个是这里说的。好，那它底下还啊，就是我们就是把前面的这一些画一个图，比较容易理解了。那后面他就讲所谓的随性行、随法行啊。那随性行、随法行，它的一个差别就是啊，就是观察。哎，他这里讲所谓的思维观察分别忍。啊，但是我们看啊，他这个随性行啊，随性行，随性以此法以就是对这种啊无蕴无常无我，那么你以智慧思维观察分别忍这个随性行啊，那么超越离身就是越凡夫地啊，身其实就是凡夫啊，但是就是凡夫有烦恼啊，其实。所以阿毗达摩解释就是离身就是离烦恼啊，这个身是异身啊，那超身离身有时候叫正性离身啊，
翻译了。那正信就是圣道啊，其实就是决定性、决定路圣道啊，其实是这样的啊。所以也可以说，超生离生就是越凡夫地，就是重返路圣了，从有为入无为，从有漏入无漏啊。我们说的是这样。那么后面的这基本上就是从有学到无学啊，从出果啊，已经无漏无为里面啊，就是无漏的这些里面，它还有分有学跟无学啊，就究竟不究竟了。好，那他这里也是漏了一个词啊，所以我们看他说，于此法以智慧思维分别观察人，这个叫随性行啊。那后面于此法增上智慧思维观察人，他少了一个分别，那是这个增上智慧的随法行的人不用分别吗？不是，他应该是漏了，应该是一样的，思维观察分别人啊，所以应该要把它补上去啊。但是有时候会这样，有时候翻译的时候也会前后不一样啊。那我们可以也举个例子，他有时候翻啊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162页，稍微看一下啦，就是说它的经文里面有时候前面后面会少几个字，有时候次第会不太一样。那应该是一样的啊，应该是一样的。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，只是举例子啊，比如162页，162页1234567891011啊，就看到12345678910第九行啊。他说啊，他这个是这部经是舍利弗跟这一些西方比丘讲啊。那假设有人问你，那么你们学佛都学些什么，你师父都教你些什么，你要怎么回答啊？就一定要回答说，唯调伏欲贪，就调伏烦恼。那他这里讲啊，就是落于色欲不断欲，对这个色啊，就色受想行识的色了啊，欲不断，贪不断，爱不断，念不断，渴不断啊。那这个我们说，这个是爱喜赞叹啊。那么这个爱的五种层次啊，就是欲、贪、爱、念、渴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底下啊，你看前面讲欲、贪、爱、念、渴，在底下一二三四啊，底下第四，在第四。啊，再往下数第四行，他你看，若于色断欲断贪啊，他前面是欲贪爱念渴，但是这边变成欲贪念爱渴，就念跟爱次序短了。他一定是他就说他不会不一样，应该要一样啊。但是有时候翻译啊，或是流传下来，有可能就变不一样了。好，那我们再看166页啊，你看才没有过几经而已，他又不一样了。啊，如果你没有仔细看，你都不知道。166经，倒数12345678910啊，第十行，你看，你仔细跟他比较、哦、啊，你看他这里就余色一样，离贪欲念爱渴啊，那前面是什么？前面是欲贪爱念渴跟欲贪念爱渴，前面是欲贪念爱渴跟。欲贪爱念渴，欲贪是一样的，那这里欲贪又变成不一样啊，变成贪欲念爱渴啊。你看，那这种有时候经文哦，有时候它就会有这种，就像我们前面说的，这个灭尽离，它有些其实应该是一样，但是有可能流传或是说翻译或是怎么样，它不一样，也有可能说不一样也没关系，因为这些词都是在形容啊那个概念。啊，但是如果你有次第的问题，那就不一样了哦。啊，比如说欲，然后贪，然后念，然后爱渴，或是欲贪爱念渴，它是有层次上的差别的。啊，像渴，它就是跟渴跟爱又不一样。啊，爱是很想要，渴是没有要，没有会死那一种的，那又不一样。所以，但是你看，它前面单单两部经而已，前后而已，它就甚至同一本经里面。它就有一些我们就说会漏词啦，或是少掉啦，或是次序断掉，就有时候会这样。那你如果没有注意的话，其实你也不会注意到这里，但是它就是有时候会有这样，所以我们要自动把它修正过来啊。那所以它这里照理讲，
随性行跟随法行，他所谓的，因为他这里的以智慧思维观察分别人，他的差别应该在于智慧跟真上智慧啊，都是要有智慧的，没有智慧不能解脱的，没有智慧不能证无我的。你说信心随性行不是只有信心，他只是以信入啊，所以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。如果你没有智慧，你是不能证无我的啊，你没有观察嘛。那么智慧基本上就是啊，闻思修嘛。那修最重要在于观嘛，观照嘛，观照最重要在观照无蕴无我啊，基本上是这样的 啊。所以那么观照一定从你的如理思维啊而来的啊，这是修了啊。那所以这个随性行跟随法行，它这里变成啊，就是除了智慧跟真上智慧的差别，它这里少了一个分别啊，所以应该要真上智慧思维观察分别人，但是没有写，因为思维观察人啊，照理说来应该也是，我们说思维观察分别人，应该也是这个智慧的层次的不一样，就好像我们前面讲的啊，欲贪爱念可啊，应该是有层次上的差别啊，因为忍，比如说我们讲无生法忍，这个忍它就是一个应可应认了，他已经确定不会，他知道了，他这样就是这样，他不会怀疑了啊，那是一种忍啊。所以有时候讲地察法忍，一般他智慧层次它有三种嘛，音响忍，那么是罗顺忍，那么无声忍啊，那么它就是一种忍。那么思维观察分别啊，就是这里讲的思维观察分别忍，它其实就是瑜伽师这边我们说的地察忍啊，这个忍好，但是它少了一个分别，所以我们把它加上去了，应该要有了啊。照理讲应该都是一样，只是智慧跟真上智慧的差别啊，而是因为都这样变成是一个有分别，一个没有不用分别啊。那因为它都是出果相而已。好，那么四名随法行，超生离生越凡夫地。好，那这是一段，这些就是还没正出果以前，那我们把它叫做出果相，须陀洹相。那么已经证出，他说未得须陀洹果，中间不死，必得须陀洹果啊，就是你这一生啊，你没有，你已经得须陀洹相，那么有一点像我们说的正见真上了啊，应该类似像这样啊。那么他还不是圣者，但是已经决定是圣者了啊。但是一般来讲，须陀洹相就列在圣者里面，须陀洹相列在圣者里面。那么正见真上就没有列在圣者里面，因为四双八倍都是圣者，四双八倍包括须陀洹相，但是我们说过前面讲这个内，就是内向贤位这种的啊，也是凡夫位，但是凡夫位它不堕三恶道，这个是正见真上。所以照这样看起来，正见真上跟须陀洹相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啊，正见真上还是凡夫位，但是他凡夫位是凡夫位，就一生位，一生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啊，一般我们凡夫啊就是一生啊，就凡夫位，正见真上还是凡夫位，但是他不堕三恶道。那么四双八倍须陀洹相还没证出果，但是他已经列入圣流啊，但所以这个。但是有一些是把出果才是入圣流，出果相，但是出果相也在四双八倍都是圣者嘛，也列在圣者之列啊。出果相还没证出果，但是也列在圣者之列，因为严格来讲叫四双八倍嘛。好，但是就是正见真上是不是就是出果相，这个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啊，但是如果一般你把它列在凡夫位，那它就不是啊，那就不是。或是你把须陀洹相列在圣者位，把正见真上列在凡夫位，那就可能这两个就不一样啊。但是部派里面就是说到底怎么看待这个，那当然就是也有各家的看法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看，那么这里讲到的是须陀洹相，那么中间不死啊，就是你这一生啊，你得须陀洹相之前，那么
你中间不死啊，那么就是，那么你一定会得须陀洹果啊。那么比丘若于此法增上智慧思维观察分别忍啊，没有，这个是，这个是在上面了 啊这个未得须陀洹果就一样啊，不管是这个随性行随法行都是一样啊，都是一样得须陀洹相，那么必得中间不死，必得须陀洹果，只是他智慧跟真上智慧的不同。那么于比丘，接下来就是另外一段了，比丘于此法如实正慧等见啊，就等应该就是平等，那么所以这两个就不一样。那么前面的还没证出果以前，他用真用智慧思维观察分别忍来说，那么得了出果以后，他就用如实正慧等见啊，那么有时候叫做如实正观啊，平等正慧啊，平等慧正观啊，其实叫做有 无分别智 啊。那么因为他已经证无我断生见了，已经断生见了，所以这个时候的智慧跟还没断生见还没证出果的这个智慧不一样。那么你还没证出果，比如说你得须陀洹相，那么表示说你已经确信，但是还没有真正的证道啊，但是你已经确信有了啊，但是还没有亲证了啊。那么这个证出果之后智慧就不一样了啊，那还没证出果之前虽然也一定会证道，但是他就是还没证道啊，那所以这个叫做思维观察分别忍，那另外这个叫做如实啊，正慧等见。好，所以啊，这个随性行随法行的智慧是分别观察忍，那么出果啊，到三果啊，那么他要能够得解脱的智慧是如实正慧等见啊。那其实就是这个以无分别智了啊，其实他已经断生见了，重点就是他已经断生见了，那么他再以这样去做观啊，所以像阿含经里面讲，比如说你已经你还没证果之前你要怎么观，观无蕴无常无我，那已经证果了呢还是观无蕴无常无我，那证二果呢，证三果呢，证阿罗汉呢还是这样观，但是一样是这样观，那个智慧不一样啊，其实就讲这个了。好，所以啊，他这里说这个三劫尽断之，这个就是已经证出果了啊，为身见戒尽举见已啊，那么这个我们有时候叫啊，这个叫做见地所断啊的烦恼。好，这个是出果，出果就断这个，那出果相还没，出果相还没有，只是说一定会证出果，他还在那一种是分别观察忍这个状态，观察这个五蕴无我啊，但是还没有真正证到无我，还没断生见吗啊，那么出果已经断了啊，已经断了，就断什么呢，断生见，那么戒尽取见跟疑，那我们说你要断生见，你一定要之前的戒尽取见跟疑，你不能够啊，你一定要有一种我们讲啊，就前面的分别观察，你一定要有智慧了解，你如果非因即因，你的方法不对，你怎么样也不能得真正的这样的，就是你治病的方法不对，药不对，你病怎么可能治得好，那我们的病就是我们的烦恼啊，烦恼的根本就是生见，你没有办法灭生见啊，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，所以那你对于四谛的道理不能确信啊，不能理解啊，所以你也没办法断生见啊，所以你怀着戒尽取见，那么怀着对就是对四谛不明白的情况下，你去观五蕴，那么怎么观也断不了五蕴啊，断不了我见了 啊，所以正果的时候基本上他要有智慧啊，要有这种智慧，那么他最终断的是这三个都一起断，生见断，戒尽取见跟已一定断，一定断啊，其实是这样的。所以三劫尽断之啊，那么断之啊，断之有时候我们叫断片之啊，三劫尽就是这个三劫已经断尽了，
这里的断枝是一个名词啊，是我们叫断片枝，有时候叫断片枝啊。那断就是断一切烦恼，片枝就是片枝四谛啊，所以叫断片枝。好，那像佛陀啊，有时候叫正片枝啊，也一样啊，就是片枝一切法啊，一切法无我嘛，然后断除一切烦恼啊。所以这个断枝是一个名词啊。那么所以他这里讲三结尽断枝啊，就断烦恼了啊，能够断这个身见啊，那能够知道这个无我啊，戒尽取疑，比丘四名须陀洹果，不堕恶道，必定证去三菩提。这里的三菩提是就是阿罗汉啊，其实就是正觉啊，正觉的意思啊。只是佛的三菩提是阿耨多罗三藐无上啊，就是无上而已啊。那所以也是菩提啊，这个三是正的意思啊，三是正，菩提就是觉啊。那跟我们讲的三种菩提不是，这个不是数字的概念，这个是音译啊。那我们也有讲三菩提，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跟佛菩提，但是这里不是指这个啊，这里指的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三菩提，那是音译。那这个三不是一二三的三，它只是声音上啊，那是正的意思啊，正的意思。那菩提是觉，就是必定去正觉，就是正阿罗汉啊，一定会正阿罗汉。那阿罗汉叫做正觉啊，那佛也是大阿罗汉啊，只是形容佛的正觉跟阿罗汉的正觉，佛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只是这样。那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所以不要误会，它三菩提整个是一个音译的。七有天人往生啊，往返了、啊。然后就近苦边。好，那么他讲到第一个正出果的概念，出果啊，那么要有如实正慧等见啊。那第二个啊，那么正的出果，那么他一定是他断了身见戒禁取疑啊这三种烦恼。那么正出果啊的功德殊胜，就是第一个不堕恶道啊，第二个一定会得解脱啊，就证阿罗汉了，一定会得解脱啊，必定得解脱。那么没有得解脱之前，最多啊，并不是说他证的出果一定要经过七次人天往返，不是哦，不是这样哦。证的出果啊，那么如果最多最多，因为他讲一定会得解脱嘛，那一定会得解脱，什么时候得解脱啊？就有这个问题，有可能是证出果之后。没有几秒钟后面就得解脱了啊！你像舍利佛跟听马胜比丘读原讲那个缘起记，就证出果啊，得须陀洹相断三结。然后什么时候得解脱？十五天后之后得解脱啊。那目犍连听舍利佛讲证出果，什么时候得解脱？七天后得解脱啊。最快的啊，最快的是那个须跋陀罗啊，听佛讲一讲马上就证阿罗汉，从出果到阿罗汉很快啊，他也不用再七次人天往返啊，不用啊。就所以他并不是说你证出果一定要七次人天往返，不是的，只是说你证了出果之后你没有继续修，那么你最多最多最多啦，因为有些即使证出果也会懒惰懈怠放逸思念不正知的，我告诉你也会啊啊。那尤其很多是在家人证出果的啊，这个须达多好像证三果，很多在家证出果的，他过家庭的幸福，他也会出果，也有贪嗔痴呢，他也有无意的贪爱呢，也有，只是没有一般的凡夫那么强啊。但是他不会为了这个无欲去造三恶大道业，不会，凡夫会，就这样差别而已。因为他有因果观的因果，很深刻的因果的观念，所以基本上不会多造三恶道的业啊。不管他过得再怎么不好啊，别人欺负他再怎么惨，他都不会去造三恶道的业啊。那这种人就这种人基本上啊，那么不会因为环境啊，然后让他会让他造业，但不会造重业，不会造三恶道的业。那这个其实就是像出国的这种层次。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出国来的？肯定有，肯定有啊。
因为佛陀时代，佛陀时代升到天上去的出国的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吗？你刚才看这些阿含经，单单你不要看那个大圣经，大圣经随便写都几万人几万人正出国啊，不要，你单单看阿含经就好。啊，我告诉你，加起来也好几万人，真的，啊，那这些人升到天上去，大部分升到刀立天呐，啊，那这些升到刀立天，已经现在经过2000多年，也差不多下来了啦，啊，真的，真的啊，就天上大概就是2000年嘛，也差不多下来了。那么这种人他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他对于正法没有疑惑，没有疑惑。那么他虽然受很多苦。啊，他也会有忧悔啊，老实讲，因为他有烦恼嘛，他有欲贪啊，但是他的贪不会很严重，啊，那么他有贪嗔之相，他也会生气，但是他的烦恼相不会重，很快就过了，而且他能够调伏他自己，啊，那不管他过得好不好，他基本上对佛法都有一种热情，而且他一般我们讲很正见、很正派、很正直啊，类似像这样。那他对因果的观念深信不疑，啊，只是他虽然已经证出果断身见，但是他还有那种俱生我见还没断吗？啊，他还有贪嗔痴还没有，他表现出来的他还是有烦恼的，啊，那佛陀时代证出果都非常多啊，真的非常多。那么到现在基本上应该天年大概都是1000-2000年了，啊，那么所以。再来修行的，因为他这个时候没有佛，或是他没有遇见佛法，他可能就会停滞啊，啊停着，啊，或是因为他的福报大，他会贪着无义，还是会啊，啊，所以他就稍微停起来，啊，或是他有一点懒惰懈怠，那也会有，啊，但是再怎么样，因为他那一种习惯性，就是那一种智慧很强。所以他不会去造作重大的恶业，啊，那也因为这样，也因为他可能懒惰懈怠放逸吗？也会啊，啊，或是他因缘没有那么好，没那么殊胜，没再遇见佛法，那个种子被冰冻起来，那么经过7次人天往返，最多了，不会超过7次，啊，因为你升到天上，你只要升到天上再下来，你再遇见佛法的机会就不多了，因为都经过几千年了啊，佛法都乱了。啊，就是大概什么是佛法，他也没有办法正确，啊，就是那个因缘有时候不容易相续，而且天上也没有佛法，天上没有佛法啊，天上都在享乐，所以他那个习惯性会带过来，啊，但是他有时候会很有福报，那有时候不一定，啊，要有没有福报，并不是说你升到天上就有福报，因为你升到天上是享福报的，又不是升到天上修福报，修福报是不是你在人间修的？啊，那你在人间又没有修福报的话，你享完福报下来你就受苦啦，还是有受苦啊，你一样会受苦啊，啊，那受苦的时候可能还是会起烦恼，但不会起三恶道的烦恼啊，这个确实有。所以什么时候他可以得解脱，最慢最慢，这个讲的是最慢的啦，七有天人往生啊，那如果这个是讲的是最慢的情况，但并不是你这样看会误会说证得出果要经过7次人天往返，不是，不需要。你如果努力一点，出果之后就证阿罗汉了，真的，啊，这就是这样。好，然后就近苦边就证阿罗汉了，阿罗汉就是三菩提啊，啊，阿罗汉就是三菩提，啊，所以一般啊，像南传的念阿罗汉也是阿罗汉三藐三菩提，啊，那么。比丘若于此法如实证慧等见，啊，这个是出果，出果之后就是证慧等见了，啊，那么不起心漏，啊，不起烦恼，啊，那么名阿罗汉，啊，阿罗，那么就证阿罗汉了，就没完全没有烦恼了。那你要不起烦恼，就是你没有烦恼了，你才不起烦恼。你有烦恼根的状态下，你就常常会起烦恼，啊。诸漏已尽，啊，漏就是烦恼，啊，不起心漏就是心没有烦恼，心不会起烦恼。那当然要在没有烦恼的状态下，你对这个尽才不会起烦恼，啊，那么所作已作，啊，那么舍离重担，待得己力，尽诸有节，啊，那这个是另外一种描写，啊，那一般来讲，啊，反正以力所作已作，不受后有。
那这里说的是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舍离重担。重担什么是重担？啊，好像前面有讲五蕴，我们的身心就是重担。好像前面有讲什么是重担，都不知道前面第几经了啊？我们再自己看一看。啊，重担我看一下，啊，应该是前面不知道第几经，啊，什么是重担？应该我记得有了哈，啊，忘记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如果有再自己去看就好了。好啊，不要找了。好，那么这个舍离啊，这个重担就是这个五蕴身心让我们受苦，待得极力尽诸有结啊，其实就是把这些烦恼都去掉了。结也是烦恼的一种状态了啊。那么有就是三有啊，诸有啊，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啊，其实就是欲贪、色贪、无色贪啊，正智心得解脱。好，那么这个我们就稍微。因为这本经的经文比较，就是看起来比较难懂一点啊，但是大概都是在讲啊，这无因无我怎么观。然后这里主要是稍微分别随性行、随法行啊，然后就是要证出果以前有两种状态，一个叫随性行、随法行。那么随性行、随法行都要有智慧，只是一个啊偏重在智慧，一个偏重在信心。啊，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，但是到最后都是信智合一的，因为这个智而确信的，啊，那么叫做正信嘛，啊，那么因为这个信，那么努力的修行、观察、思维而得到智，啊，那么智又回头过来增加让它正确信，从信入的我们叫做随信行，从这个法入的我们叫做随法行，法分别这个法。啊，那么依着对佛的信心而入的，当然对佛信心而入的，他也要分别这个法。所以他说，这个智慧都是什么？思维、观察、分别忍，啊，都要这样子的。不管是随性行、随法行，都要有智慧去思维、观察、分别忍。那思维、观察，观察什么？一定是观察无蕴，啊。那佛法的止观，止就重在什么？因为如果讲两种，它就是止跟观而已。止就是控制你的虚妄分别，你的烦恼啊，那么控制你的烦恼，调伏你的烦恼啊，那么观就是观察你烦恼的根源，就是我身心啊，那么断除这个烦恼啊，其实就是这样而已。观的重点就在观察这个五蕴身心的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重点都在无我。那无我之前，你可能从缘起，从无常啊，从如病、如庸、如痴、如伤啊，反正不管你从哪一个方面去观啊，那么观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那么重点都在无我，重点都在无我。那你要证无我，你一定要有观察啊，要有观照了。那么观照核心一定不离五蕴，甚至你可以说六处、十八界、十二处、十八界都没关系，但是就是不离开身心了，啊，观察不离开身心，因为烦恼的起源、苦的终结地都在这个身心啊，所以你要离苦、要灭苦，你必须要灭烦恼啊，灭烦恼一定要灭烦恼的根源，就是我见我爱啊。那这个观念你没有，那么你是不可能得解脱的。就算你对佛有极大的信心，也不能得解脱啊。不是你对佛有信心就能得解脱，不是的，是你要。你有信心之后，依着这个信心，你依着佛的方法去修学，佛告诉你的方法去修学，啊，那么不是靠着信就能够得度的，没有，啊，佛法不是信上帝得永生那一套啊，没有，啊，那信释迦牟尼佛就得解脱，信阿弥陀佛就得往生，没有，不是这样子的啊，所以你一定要理解，没有智慧你就什么，你就不是佛教徒，啊，没有智慧，那么智慧一定表现在调伏烦恼这件事上，调伏烦恼一定不外乎是调伏自己身心的烦恼，一定是这样啊！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，不然你修行哦，你就是我们说的嘛，就是越修越不行嘛，啊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好，我们翻过来看啊，的这个啊，这玉泉师这边写的太多了啊，我们不要看了啊，翻过来啊，五十九经。五十八，哎，五十九经，对，我再翻过来。
五十九经，他说有这么一天，在奇缘精舍啊，那世尊跟比丘讲啊一样啊，这几部经前面都是一样啊。那么有五受因，为色受因、受想行识受因，于次无闻凡夫，无慧无明啊。那一般来讲，一般都是于次无闻凡夫而已啊。那现在多了一个无慧无明啊，于次无闻凡夫跟多闻圣弟子，这个是在阿含经里面很常见的一个比照对照式的说法啊。那这里有多解释啊，无慧无明跟有慧有明啊，特别有这样的一个说法。好，我们来看，他说啊，于五受因生我见啊，对这个身心产生啊这个我见啊，有我的这个概念呢 啊，那么细琢啊，使心结夫啊而生贪欲啊。好，那么我见，我们如果简单讲啊，这后面那个形容词先不要看，就是从这个身心里面，那么有一个错误的认知，认为有我升起我见，从这个五蕴身心里面升起我见，再从这个我见升起我爱啊，就基本上就是这样，生贪欲嘛啊，贪欲就贪爱。好，那这个从我见升起贪欲里面啊，这中间它有一些形容词，细琢使心结夫而生贪欲，就是我见为什么会生我爱啊？那么他说这个细琢啊，细琢其实就是烦恼细琢，后面的死就是烦恼啊。那么细琢是细琢烦恼啊，其实翻过来讲就是为烦恼所细琢。那么烦恼的根本就是什么？就是我见烦恼啊，就是为因为升起这个我见，然后再依这个我见为烦恼的根本，这根本烦恼产生种种的烦恼。那么这一些由我见为烦恼的根本，那么在细浮细琢，就是我们一直在这样的影响下，在我见的烦恼中起烦恼啊，就是在以我见为主的烦恼上，那么起种种的烦恼啊。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啊，我的感受很不好，因为感受很不好，你让我的印象很不好，所以我就开始啊针对你啊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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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那么我就起贪起嗔起痴起怨恨起嫉妒啊起慢啊，就种种的这些烦恼。那么这时候心就为这些烦恼所束缚啊，因为前面的我见细琢死，就是依这个我见，受这个我见的束缚，受这个我见的细琢，而让我们的心造种种的烦恼。那么心又为这些烦恼所系缚啊，那么就升起什么啊？升起这个贪欲啊。那贪欲跟嗔是一样的啊，就贪跟嗔，就是由痴而生贪跟嗔啊，由分别而起爱憎啊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而已啊。那唯识基本上就是由虚妄分别啊，而由虚妄分别而起片计执，再依他起，再缘起一。包括四个身心也是缘起的啊，五蕴身心是缘起的啊，无明缘起行缘是啊，在缘起的一切法上，就是在依他起，缘起就是依他起，起片计执啊，错误的执取啊。那这里讲的就是在我见啊的这个基础上，那么起种种的烦恼，然后再为这些烦恼所细琢，生种种的啊这样的一个升起这个贪爱欲贪啊。好，那么比丘多闻圣弟子，有慧有明啊，前面是无慧没有智慧，然后啊，一般我们讲明无明，无明其实就是如果依佛法来讲啊，无明如果无明是一个词啊，无明是一个词，那么它基本上是指啊，那么你不了解无我。但是这里如果讲啊，这个无慧无明啊，比较我们会看到慧跟明是一个词啊，那没有慧没有明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段文看完。他说多闻圣弟子，有慧有明啊，那么于此五受因不见不为
见我细琢，啊，不因为不被我见所细琢了，啊，就是不被我见那么细服，就是没有这个我见了，啊，啊，所以死就是烦恼，啊，那么心结夫而起贪欲，就不会生起。没有我见，就不会因我见而有的我爱我所爱；没有我爱我所爱，就不会有我爱我所爱而起的种种烦恼啊！基本上是这样。云何愚痴顽夫？愚痴无闻凡夫，无慧无明，亦无受因，见我细琢，使心结夫而生贪欲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啊，比丘，愚痴无闻凡夫，无慧无明啊。那么慧，啊，就是圣者的智慧，啊，那么他讲，啊，见色是我，意我相在，啊，这又回到，啊，这个蕴相应里面，啊，最常见的，啊，是我意我相在。那么是我就是即蕴我，啊，即色受想行识是我，啊，这个见色后面一定有受想行识，啊，那么意我，啊，就是色受想行识之外有我，啊，相在色在色受想行识在我中，我在色受想行识中，啊，如是受想行识是我，意我相在，啊，如是愚痴无闻凡夫，无慧无明，以五受因说我细琢，使心结夫而生贪欲。那比丘，云何圣弟子有慧有明，啊，就相对来讲，一个是愚痴无闻凡夫，一个是多闻圣弟子，啊，那么这里只讲圣弟子，那一般就会再多一个多闻圣弟子。好，那他说为什么圣弟子有慧有明？怎么样说圣弟子有慧有明？啊，不说我细琢，使心结夫而生贪欲。所以重点啊，有慧有明跟无慧无明，重点就在你有我执没我执这个层次上而已啊。那所以啊，因为有慧有明，没有我执，所以他就不会见色是我，意我相在，啊，见受想行识是我，意我相在，啊，不会，啊，就是不会依这个五蕴有我，啊，那么就是我们啊，简单讲就是没有我见，啊，或者说没有常见断见，啊，那或者说没有讲到最多没有六十二种身见，啊，六十二种邪见，啊，二十种身见，六十二种邪见，啊，大概就这样。好。如是多闻圣弟子啊，因为在这个五蕴啊，那没有我见我执我爱啊。若所有色啊，这个又回到最早啊。那么他前面教你怎么观无我，若过去，若未来，若现在，若内若外，若粗若细，若好若丑，若远若近啊。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大部分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啊，这个是一种形态，啊，就是时间上的一种形态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我在过去，我在现在，我在未来，啊，那另外一种就是内跟外，这个就是空间上的。那么如果有我，那么我是在内，在这个身内，在这个身外，还是在身的内外的中间啊？它一定有一个时空相嘛，就变成是这样了，啊，那时间上在空间上，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分呢？啊，然后还有就是它本身有一个体相啊，啊，那这个体里面啊，它可能是啊粗细好丑远近啊，就变成是这样啊，就是所以如果是这一种这十一种五组十一种，我们大概可以分啊简单一下分作三个部分啊，就时间上、空间上啊、内外啊，然后它的体性上啊，有粗还是细，还是好还是丑。啊，然后还是远还是近，远近基本上是就观察上的来看，啊，那也可以独立讲了 啊，但是可以把它就分作一起，啊，那这个，因为我们说远跟近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比较清楚、比较不清楚的这种概念，所以这样的话也可以分作四种，啊，那我们知道这个宝积经把它分三种，啊，就是一样时间上、空间上跟体性上。啊，那他是这样子嘛？我们可以做参考了啊，就是说怎么到底怎么观我观无我？那宝积经里面它是一这样观的嘛啊？我们可以做参考。那阿含经基本上都是啊，从这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、内外、好丑、粗细、远近啊。
啊，它是啊，我它一般叫做三十、三处跟三堵嘛，三十求啊，写这样好了，这样不好写。我们写在这里。它是分三十嘛，其实就跟阿含经对照其实是可以的，三十三处，三十三处跟三堵，那照理讲应该是三性啊，就是它的体性上啊，如果我们这样来看，那种时间空间，那么三十是过去现在未来嘛，现在过去在现在，假设有，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就在三度空间时空相里面嘛，它一定假设一个物体有存在，那么它一定会有所谓的从过去到现在，一定有一个现在，然后现在有过去或是在未来啊，一定有这种啊。那么假设我们存在也是这样嘛啊，那过去曾经存在啊，那么现在存在或未来会存在，那么会不会延续到啊？有这种未来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个叫三十。前面那一部经叫做三寂。啊，一样是一样的啊，叫三寂，那么前寂啊，那么后寂啊，那么现在啊，那么三处是内外，它一定不是在内，不是在外，不是在中间嘛啊。但是这里没有讲中间 啊不过如果这样来看也是可以的啊，就是然后三堵一般来讲就是如果是有我，那它有体性上的问题嘛？那这个体性上，它实际上看得到的是什么？善恶无忌嘛，就是这个心。假设认为这个心是我，它重点在观心呐、啊。宝积经重点在观这个心。那阿含经基本上都是从身心这样一直观下来。那色受想行识，那宝积经没有，宝积经就直接观这个心，因为心是一切法的主导。那你也不用受想行识这样观，就是心啊，所以它就是观这个心。那么心它的一个我们说有体性上的问题嘛，体相或体性上的问题嘛。那么心的心有什么问题？就是一般常常在讲了，心到底是善还是恶，性善性恶嘛，它就有体性上的问题啊。如果这个心性到底是什么，那心到底在哪里，那心什么时候有啊，就大概会有这些问题啊。那我们把这个心再换成我就好，再把我再分析成色受想行识就好，那反正就是这样啊，啊，那你它就有所谓的心性上的问题嘛，心性嘛。那现在所见的心性，它一定就是什么？有善、有恶、有无忌嘛，就这三个啊，这个叫三性嘛。啊，但是他也不去观心到底是善。还是恶，就是性善性恶嘛，啊，荀子讲性恶，这个孔子讲性善啊，孟子要强调性善，啊，那么杨雄讲性非善非恶，反正就有类似像这样的。好，亦善亦恶，那这里他就不用，他就从恶里面，因为烦恼，凡夫就是有烦恼性，凡夫就是有烦恼性，那么从这个烦恼里面，很明显意见的就是有贪嗔痴，贪嗔。因为烦恼的总称就是贪嗔痴，所以他就从那到底如果有心的话，他是贪心还是嗔心还是痴心，从这个地方去观察。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善巧方便的，怎么去观这无我啊？那么他这里不是啊，他这里就是无主嘛啊，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啊一样有啊，然后这里就是内外，然后这个心性上他就是啊。好丑啊，那好丑其实就是善恶的意思啊，好丑就是善跟恶的意思嘛啊，就是善跟恶啊，就是这里的善跟恶嘛啊。那好丑粗细啊，就是轻很重嘛啊，粗细好丑粗细远近啊，就三个而已。内外好丑粗细远近啊，很清楚跟比较不清楚的心
啊，大概可以这样啊，啊，就是说比较清楚，啊，或比较不清楚的。那么这个是对无我的观察。有时候我们坐下来，或是我们比较有空的时候，或是我们也可以这样想：佛陀常常在讲无我。那到底什么是我？啊，那我就是这个身心结构而已啊。身肯定不是我。如果我们现在一般人不会认为身是我，绝对不会认为身是我啊。那么，但是有些人也会，但是我们大部分佛教徒不会认为这个身体是我。凡夫有时候会啊，啊，那但是你就会觉得那心是我，心是什么？那心不外乎就受想行识嘛。这个是阿含经说的。如果你看那个论师，那个心就多了啊，有很多种心啊，嫉妒心、贪心、慢心啊、怨恨心啊，非常的多啊，好的不好的，有善心者、恶心者，但是你不用想那么多啊，你不要把白法啊，还是五味七十五法那个心都拿来一一观察啊。当然你要这样也可以啦啊。那但是就是你只要简单的啊，就是到底心是什么？那我们有明显很明显的有一个我的概念，我们很明显有一个我的概念哦，啊，这是我，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，那么也都不会怀疑，啊，我是谁？啊，我在哪里？啊，我是谁的孩子？我的爸爸妈妈是谁？啊，我家住在哪里？我们这个我的概念非常强，不用怀疑。可是我们没有好好仔细想过，因为他这个平常我们我的概念跟佛陀讲无我的概念有冲突啊，有冲突啊。那我们就会要好好想一下，那什么是无我？那如果说像我们最常见的就是，如果说没有我，那我现在在想无我，在观无我的这个是什么？就会有这种问题。那你会这样想，就表示你偏向什么？偏向断见那一边呢？偏向断见那一边呢？这个也是后来禅陀的问题啊。禅陀怎么想不清啊？那么他就是偏向断见那一边呢？啊，那么所以你就要叫他回来啊。但是大部分的人没有想的人，自然而然的就归到常见这一边了。啊，那你仔细想的时候，有时候会位移到断见那一边，所以你怎么样不常不断？哎，这个就是要常常思维，烁烁思维，如理思维，专精思维，真的就要这样，不然你想不来哦。也不是就前面讲的嘛，要以智慧思维观察分别，然后确认忍，他才有这个层次啊啊。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，我们因为这里都是在讲无我，那到底要怎么观无我啊？要怎么想无我啊？如果我们有一天早上就不要上课了，就大家在这边观无我，就到底观到可能就到吃饭的时间就没有我可以吃饭了，没有我的饭可以吃啊。啊，其实就是有没有回去要想一下。有时候我也常常在想啊，要去想，常常想，可是还没有办法想明白。啊，但是我们慢慢会有一点点，啊，稍微清楚一下，就是知道说哦，这样想。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不明白啊？但是我们不会怀疑有我，我们相信无我，但是就是不晓得，我相信佛说的，我也相信无我是生死的根本，我也相信要断无我才能解脱。我也这一辈子努力多去常常去观照无我，我不会怀疑，但是真的还不知道什么是无我啊，就是这样。但是这个就是要训练啊，就是要看，就像你一直在念佛还没看到阿弥陀佛一样啊，是不是啊？一样的道理啊，你一直要想往生极乐世界还没看到极乐世界一样啊，只是你是要往生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，我是要观无我得解脱，那是不一样啊。那只是说有些人是这样啊，不是说你们这样啊。但是就是说，但现在还是一样啊，就是你就有信心这样一直念，一直念。但是不只是念而已，不只是一直观而已，你要就是要有智慧的去思维、观察、分别，你要慢慢想很多道理。所以你因为这样，我们可以知道哦，原来这样。那哪样想是不对的？先排除掉哪样想是不对的。啊，把这一些根本不对的东西先排除掉，啊，就好像
这个爱迪生在发明电灯泡，哪一些是不能拿来当灯丝的啊？排除掉，渐渐，你这一些排除掉越来越多，你这样正确的路就越来越靠近了，因为你不会在那个错误的地方一直想啊，啊，这个比如说他已经用过这个不能发光了，他以后就不会这样，这个是不行的，他就不会浪费很多时间在那些错误的方法上。那我们不会浪费很多精神在那一些错误的思维上，啊，其实像是这样，所以才说要先断戒进去，就是这样，非因即因啊，方法错的要先去掉。那么慢慢，那么你的思维，第一个，你的思维会越来越深刻；第二个，你掌握的方法会越来越精确，啊，那么渐渐，我告诉你，肯定可以，啊，肯定可以，要有信心。好，啊，那所以这里讲到。讲到哪里？好，我们把这一段讲快完了哈。那么他说，比一切啊，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、内外、出世、好丑、远近，比一切正观皆悉无常啊，就是他不断在变化。那么从无常再入无我的了啊，就先观。有些就是直接就观无我，啊，内外出世好丑缘聚。但是你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先观，因为无常是比较显而易见的，无常是显而易见的，但是无我是深细难见的。所以你可以从无常里面渐渐啊，那么去了知无我，或是你要直接观无我也可以啊。那宝积经这三种观法也可以参考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大家合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